看这一题，他说创创去爬山时哈，沿着相同的路径上下山，椅子上山时每小时是2公里，那下山的话每小时4公里，而且哈他来回一趟呢是6小时，那请问呢这个山路有多长？山路的长度我假设叫 x 好了。那么上山的时间多少呢？上山的时间是 x 除以2嘛，加多少？下山的时间，下山的时间是 x 呢除以速度4。他说总共呢是多少？花了6小时啊。那这样我就可以求出 x。好，那我给他通分，这是等于3/4，二分之一加1/4，3/4 x 等于6。那两边啊，3可以约分约掉，啊，这个除以3就除以3是2，然后4的话乘过去 ，x 等于多少呢？哎，两边乘以4啊，4×2=8，4×2=8，所以它这个山路哈，它有这个8公里。